很年轻的歌了，然后仅次于，我觉得这首歌的那个好感度应该是仅次于朋友之歌，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很像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才会这样，就是大家越喜欢哪一首歌，我们就会一直偏偏就是不想唱。但是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想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忘记我昨天好像，我们昨天是不是在路上讨论那个草蜢？草蜢，是。因为昨天有放草蜢一首歌，那个歌名有。有限时专售 A B C， 对。超好，因为我会想到，就是昨天我记得我们走路回去的时候，然后就在，还是你讲的，你是说这首歌就是草蜢最红的歌，还是代表作？哦，就是代表作，还是反正忘记你们其中一个人谁讲说好像。哦，这草蜢现在还在呢。因为这首歌，你知道最近草蜢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人不知道吗？好，不要去查。对。我要查。没什么事啊，反正要小心啊，要表演要小心啊。就是他们不是太垮了。然后大家不知道，对吧？哦，太垮了。但是还是没有赢过那个陈奕迅吧？陈奕迅是担当的。好像很少人知道这些，所以以后如果有人说陈奕迅表演，然后蛋蛋美稍微更淡，所以就是以后有表演啊，大家要知道说每场表演都很重要，可能都是你身体某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靠人跟你一起经历。我有时候会看我会被电到一场，对啊，我也是被电很凶啊，我记得那个有没有被常被电到吗？我觉得被常被电到。然后在那种舞台上的电到，不是那种我们平常那种今天那种那种那种是，就是我有一次在地下社会，就是地下社会，我会电到会让你生气哦。我超不爽，对，你超神奇，这根本是浩劫人生。有一次我把，有一次我是把啤酒打翻，然后因为地下室它那个电路就是真的很久，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也没有防水，就全部的电路都在地上，然后都是通电，就是那边电力超级强。然后因为我啤酒打翻，我的手又是湿的，然后我拿那个麦克风，结果我就被麦克风吸住，就是你有看到那个卡通，就是被电到之后人会变成骷髅头这样。我就是那个骷髅，我就是，然后脸还要，那次跟 Six So Minor 地狱的恐怖，真的恐怖。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就是台下的观众也很无情，就是大家就看着我在那被贴在地上那么近，然后就我唯一的救我人是那个 TC Back 的 Bass 手，泽宇，他就冲上来把那个麦克风拿走，然后我又再把麦克风踹一次，又被电刺，然后折一口把它拿着，对啊，就救了。